你不是跟巨蛋勇一起下班了吗？蛋勇他突然有急事，一个人一脸忧郁的坐在这里哦，都这样了还不肯承认你喜欢他，就说不是了。他要去哪里吃好吃的呢？托你的福，度过了美好时光，别忘了约定哦。对了，你妈最近还好吧？帮我问候她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又一起吃饭吧！全新2小时，东森戏剧台。